哎呀，快！不用等我呀，你吃就行了。快！我这东西都快烤干了。有什么晚？啊，有一个订单的那个地址太难找了，找了老半天才找着。说是8:30，又多等了你半个小时啊！一会儿多吃点吧。好。把你多。哎呀，不用等我呀，你们吃就行了。哪能不等你啊？好歹来了是个客，是不是？吃吧，来。啥呀？还给我买了奶茶。啊，尝尝。你看现在都是纸质的吸管。对。嗯。好高大上啊！他有规定不让用那个。但是吸的就那个啥软了。行，赶紧吃吧，快吃吧，我还饿了。你们慢慢吃吧，我吃饱了。你不吃啊？不吃了，就吃那么点儿，还没吃完呢，那点太多了，吃不了，吃饱了，撑得慌都。吃了一盒米饭，不好吃啊？好吃，特别好吃。吃饱了，跟你讲个大事儿吧。什么大事儿？你猜猜。你那有什么大事儿？咱俩要结婚啊？要媳妇儿不？要媳妇儿不？不要。不要不行，不想找现在，找一个吧。啊，就这么定了，我跟人家说好了啊，明天。明天。嗯，我跟人家约好了，要不我你跟人家约好了，你不提前跟我说？我跟你说干什么？反正你天天也没事儿。我不去啊！我不去不行。你朋友啊，还是什么？我朋友啊，人特别好，小姑娘，长得还俊。我给你看照片啊。嗯，我看看。哎呀，你看。哎呀，是不是打人？是不是跟我一样？哎呦，要挠人这是。怎么了？行不行？是不是挺俊的？跟我是不是长得还有点像？他怎么会打人？他打人吗？这是？没有，拍的视频。哎，怕以后家暴啊！厉害点好啊！嗯，长得旺夫哈。嗯，还行。挺好的。嗯。小姑娘。她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卖化妆品。化妆品。嗯。家是哪的？海洋。海洋了，也不远。不远哈，找个海洋的丈母娘，时不时的回去蹭个饭，不也挺好的吗？开车一个多小时就回去了。我得早点把你嫁出去啊！你说要不帮你张罗着，你能找着个对象？你能嫁出去吗？是不是？别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万一在老家怎么办？一个人。行啊，就这么定了哈！我都跟人家说好了，明天你去就行了。明天几点？上午10:00吧。我给你们俩挑个良辰吉时。我不想去，我真不想去。不去不行，我不是在这询问你，我不是在这征求你的意见，我是通知你，给你通知一下哈。你行了，你不用发表任何意见，闭嘴吧，明天准时到就行，打扮的帅一点啊。正好他明天有时间，我就给你约了一下。要不平时人家也没时间、啊。哎呀。哎呀，什么哎呀？你应该高兴才是啊。哎呀哎呀。我长这么大，我还没相过亲呢。凡事总有第一次嘛。我明天早上7:00给你信儿，然后我去或者不去，我跟你说一声。我都跟人家说好了，你去还不去啊？那你说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先告诉我，然后你再那啥？我知道，告诉你也不会去，所以我直接就没告诉我，就直接给你约了。我都跟人家说好了，你说要是你忽然间再不去了。你说我怎么跟人家说呀？俺俩这朋友还怎么处啊？人家还那你自己自找的。啊，不管，你不去不行，不管。我明天7:00。不行，你7:00什么？你7:00？7:00我还没起床呢，不要告诉我。我明天我电话关机了，你不用告诉我，你就准时去就行了。哎，别管了，我到明天7:00给你信儿。你不用给我信儿，反正说好了10:00，你明天不去，你以后就不用来了。你怎么这样呢？嗯，就这样，我就这样。你在这儿磨叽什么呢？磨叽什么？我就不想去，磨叽什么呢？还给你脸了嘞！我发现你。哎呦，要不交给你这种关系，我可不舍得把他介绍给你哈。你还在这儿，人家小姑娘人多好，长得好，而且人家卖化妆品一个月也不少挣，自己还买着车，那个车就20多万呢。
怎么了？还配不上你吗？不是，性格还好。不是配上不配上，我就你还在这儿别扭，那是什么？我就是不大想去嘛，就感觉。感觉啥？没有心思啊？嗯。感觉就是说再重新再认识一个女孩，还有重新开始啊，从她的名字开始认识，然后慢慢再熟悉啊，怎么想想就哎挺烦的。那你总不能就这样吧，你看你一天天烟头大脑的，和没睡醒似的，跟丢了魂儿似的。行啊，这小姑娘真挺好的，好不好？你先去看看，万一你说人家看上你，也看上人家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总比你现在强吧？你现在一个人溜溜达溜溜达，没睡醒，迷迷糊糊的那个样，现在干啥？我看你也没有劲儿。你为什么不想去啊？忘不了前任吗？忘不了前任吗？哈哈，时间。和新欢是忘记前任的最好方法，听没听过这句话？但是我觉得时间不太适合你了，好像时间这个不适合，所以我就给你找了个新欢。好，新欢是可能比较适合你，试试吧。你不试你怎么知道呢？我就不想耽误人家。怎么耽误不耽误的？人家说不定还看不上你呢，一天天的在这自恋。来来来，我把微信推给你，明天你俩联系啊。我到明天再加他微信吧。我晚上我考虑考虑。你考虑什么？你考虑考虑、啊。我考虑考虑，我明天去。你还考虑什么？你还考虑什么？我都跟人家说好了。啊，不管你自己看。明天你去啊，你以后你还能来这个店，你要是不去，你以后就不要再来了。有劲，拜拜，慢点哈。好，慢点。好。哎，等会儿，你先进来，怎么了？什么？给你车钥匙，你明天去相亲，你不能骑碰摩托车去啊！开我车吧。我不开。怎么？你骑个碰摩托车多掉价。不开。怎么了？没有车。不丢人，但是没有车拿别人的车冲自己的车才丢人。你万一得领着人家出去兜兜风，你能骑个破摩托车吗？打车就行了，骑摩托车就行了。哎呀，开着车方便。我不开啊。骑摩托车我没感觉出来丢人啊，有什么丢人的？怪冷的，关键这天儿。没有事，打车就行了。哎，骑摩托车有什么丢人的？我感觉挺好的呀。嗯，好，拜拜。慢点。嗯，好。